好，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呢，请打开你的四 T 字幕，顺便按下订阅、喜欢跟小铃铛，再顺便把这集影片分享出去。欢迎别别别别别别！好，就这样吧。我相信大家应该听得懂我要讲什么。在这支影片开始之前呢，不对，我没有要讲重复的东西。就是在拍这支影片之前，我刚才在看我以前的影片，我发现我以前的影片呢，大家都说很怀念，就是怀念以前的反应。那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后置少，自然反应多？所以从今天这支影片开始，后置成分会越来越少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Zegdis。Yo， 今天这支影片呢是要开一个人家赞助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最近 PDCG 第三弹的双倍暴击已经出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我都开卡包了。刚好有朋友最近呢，因为他被强制休假，时间很多，他就想要摸这一块看看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可是我没有钱玩呢，朋友。他就跟我讲，不然我就赞助你。所以呢，我就得到了两分玉组，在这边呢，还是要谢谢我们干爹朋友，有你真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要来开另外一个还没开的玉组。那已经开的这个呢，是因为他带来的时候，他想要实际打看看是什么感觉，我就也来开其中一包陪他玩看看，就这个。那这一包的玉组是什么主题的呢？就是我看一下。我当时打开看到是草系啊，我朋友就跟我讲说，那可能是妙蛙花。我想说，哦，妙蛙花听起来不错哎，结果是莫鲁儿，大失所望。那我朋友他自己开到的一个是水箭龟，另外一个是风精灵还是什么东西忘记，反正他开到两个，然后我跟他打了三场，有两场被打成智障，对，这次被打成智障。然后好不容易我的草系对到他的水箭龟，靠着水箭龟会被草系打两倍伤害逆转，谢谢我们干爹陪我们进行实战的演练。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包到底开到什么吧，是不是完全不作假？咪咪啊！啊，没事没事。没有，我只想给大家看一下割开来的画面，但是好像不是很清楚，大家只看到宝可梦三个字，对吧？就跟之前所有的玉组都长一样呢，真是废话。好，那里面一样，说明书、token 先放一边，主要的主轴，毛球。我跟你讲，我朋友带来的第一包，我看到第一张也是毛球，厉害了这个。我们干爹朋友说不定帮我挑了两盒一模一样的玉组哎。我还是想说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开卡包而已，到底爆点在哪里？朋友，如果两包都一样，就是今天的爆点哦。还没开始开，我在嗨什么？咱们直接把它打开吧。虽然说我不确定是不是草系的，都一定是毛球开局啦。我们就来简单。不对啊，我们后面呢现在有个基本上小童，因为他蛮喜欢宝可梦的，所以我们试一下都叫他宝可梦大师。我们来问一下宝可梦大师，请问一下毛球会进化成什么？莫鲁儿。就算我们已经知道毛球会进化成莫鲁儿，但我们还是来证实一下这个玉组的内容是什么吧。我已经看到关键东西了，我已经看到关键东西了。哎，没有哎，它里面配的是美露坦，我另外一个莫罗的玉组里面是没有美露坦的，那说不定可以期待一下。GX是别张哦，瓜牛骑士，这里面GX到底是什么？我怎么没看到巨叉？巨叉在哪里？滑太快了，滑掉了吗？
欸，我们这个干爹朋友真的很会挑，真的很会，有多会？这么会？